姜黄好像味道没那么难闻。你这个里面有盐吗？还是先放的盐，再放的粉一起混合在一起。你尝尝，尝尝呀。你怎么不尝尝？尝一尝，咸的，咸的。你买了多少姜黄粉啊？一大罐啊？一大罐啊，估计可以吃五百克对吧？对啊。买了五百克五香粉，能吃几年啊？买了两罐。你可以带回去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谢谢你，我不要。两万瓶。你这个手还能洗回来吗？嗯，你帮我停一停，舌头停一停，尝尝味道，看看什么味道。你犯了个错误。什么错误？你应该把鸡翻过来的。有什么太大区别吗？因为视频里就是翻过来的。不翻过来会怎么样？就是这样。我的天哪，笑死了。很容易就插进去了，也有白色的汁水。好傻。手肯定是熟的，这个是肚子怎么翻？至少咸度是可以的，嗯，不是淡。你这个东西还要上传呢？为什么不传？很丢脸的。